的对这样一群人说一声辛苦，那就是一直挡在我们身前的医护人员。其实我们知道，你们跟我们一样心里也曾害怕，但是你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冲在前面，筑起了生命之墙。2022年要过去了，向你们说一声辛苦了。何老师真的好善。哭了。但是大家好像不怎么领情，越来越会装腔作势，真能演，到哪里都是这样哭啊！最讨厌这些个东西了，能不能别这么煽情了，该干点啥干点啥。他是泪失禁吗？